Hello， 各位贵宾，现场的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佳琪。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可以来参与这个这么有意义又有温度的活动。那担任这个活动的爱心大使，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骄傲。那到了，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，每到了过年，就是我们大家团圆最幸福的时刻，但也是季节特别寒冷的时刻。那今天来到这边，也要提醒大家，就是用我们这颗暖乎乎的心，然后在这个冷飕飕的季节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付出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累积的像一棵大树一样，为需要的人遮风挡雨。那除了我自己非常爱吃娘家的年菜之外呢，我真的也很感动。刚刚不管是董事长的一席话，或者是我知道香兰姐他们关怀弱势社会，很多的团体都需要我们的帮助，那持续给他们一个稳定而坚持的力量。我也要谢谢在座的贵宾跟企业们，谢谢有你们真好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让我们这片土地有更多的温暖跟爱。那也提醒大家，希望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我们一起来让这个社会更棒更好，而且我们一定做得到。谢谢大家。而且我们家很厉害，就是什么都是第一，身材在你是最漂亮，没有没有，脸蛋也是最漂亮，眼睛也很好，就是功力一把照。而且他刚刚还做了第一名的事情，是听说你已经先认购了。没有。对，他马上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听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马上就卡刷下去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尽一点微薄的心力，跟董事长他们玉成常年的对于这些憨儿的照顾比起来，我们真的只是尽上微薄的心力而已。那也希望以这个抛砖引玉的做法，可以让大家更关注这个活动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支持，然后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憨儿幸福过好年。对，我们做爱心嘛，爱穷第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教大家一下，要怎么教大家现在一定幸福满满，爱心满满。对，谢谢。那我们这边呢有 QR code， 或者是直接上网站，仙食家的网站。点进去就会有我们的页面，就是帮助憨儿的这个爱心年菜的募集。那我们每一项年菜是赢到596，然后建议大家可以一组一组捐啦，一套捐。那一整套的话就是1788，大家一起发发，一起把这份幸福传出去，而且施比受更为有福嘛。其实我们能够给予，就表示我们拥有很多，我们是非常幸福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幸福，分享爱。谢谢佳琪，谢谢。其实我们非常好。对，我们佳琪一直都是在做公益活动，谢谢非常多哦。像去年、前年也都有一些公益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公众人物，本来就有社会责任啊，这样讲有一点沉重，但是以前都会觉得说啊，为善不欲人知，我们就默默的捐款就好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我们不只要欲人知，还要广为人知，因为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，让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社会上很多需要关注的团体。那真的开始做下去以后，也才知道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团体需要帮助，好多好多的弱势就在我们身边，但可能我们忽略了，那他们就被冷落了。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有非常多而且非常迫切的需要，不管是在孩子或特殊疾病，或者是老人家各方面，环保也是。所以我们就是努力的做，那永远不要灰心，那有大家伙伴们一起努力，我们就可以手牵着手一起努力往前走。真的，尤其是出来了，一定要一定要，就更有感触啊。是，也非常谢谢两位主持人，对，辛苦大家了，各位记者朋友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，谢谢。你做了一点点的钱，而且一点，我们去照顾一个需要的人，他的社会这个循环就往上走。你帮了他，他回给你的福报，全部都是到你身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，有爱心，人又漂亮。为什么人漂亮？因为他心好。接着呢，
生小孩子生得好又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良性循环。所以说各位，我们一个是让人家有好吃的饭吃，第二个为我们自己，我们把它推广吧，就说一个善的循环，您说对吗？掌声。太棒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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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付出爱心的大家都又帅又美丽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下一组照片是哪？先生还有哈、哦，左边好。OK， 中间好。好，在右边，我们比个爱心好了。有能。好，左边好耶。阿嬷今天很有活力，公蛋的被夹迪卡，好，来右手边，来右手边，耶、yeah! ！